少尉，没事吧？没事。哎，刚才是不是就你们几个在后面打听日本人啊？没想到你们一个个秀才出身，下手比我们这老邱巴还狠啊！公公的话先别说了，鬼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赶紧撤吧，走！走走走走走走，后面快点！快点！后面快点！快点！ 没想到日本人这么快就打过来了，这是我们家的祖宅，也是祖业。如果我弃之而去，就是最大的不孝。你们毕竟都是下人，犯不着陪着我在这守着。这点大洋。 给大伙分了，各自逃命吧。老爷，我爹打小就在这个宅子里长大，就别提我了。你让我上哪儿去啊？生死，听天由命。散了。你们这是干嘛呀？ 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你怎么还没走啊？走哪儿去啊我？这是我的家。你的家，过不了几日，这里就有可能是日本人的家了。少维，到现在生死不明，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这个世道，造孽呀！我管他是什么人，我们只要能安心过好我们的日子就行。 少维能不能回来，那是他的命，但至少这个家，我得给他保住了。老杜，把这个拿去挂上。你要干什么呀？拿这个日本旗干什么呀？这可是咱家的保命符。保命符？我告诉你，我宁可死，也不可能当汉奸。没有人逼你当汉奸。 当年鬼子打进上海的时候，很多人就是用这个保住了家业。你不想保住咱们家祖业了吗？小姐，挂好了。老杜，要是看到外面有什么伤兵，或者难民什么的，就偷偷放他们进来。小姐，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儿啊！我知道，但是这挂着日本国旗，他们一般不会来查。准备点旧衣服什么的，要是碰到就给他们换上。是，小姐。哎呦，我们，你们怎么来了？咱们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同生共死。再说了，我们知道你脑瓜灵，身手好，但每次没有我们，你玩得转吗？我已经失去一个亲哥了，不能再没有你了。走吧，走。北条はすでに我らに占領された。もう小川の部隊は今南城で抵抗している。 試合4つの城門、南への除いて、他は全部我が国に占領された。南への道はすでに大分さんで切断した。交際の部隊は雑魚のくせに、これほどの根性を持っている。
これに対して奴らに感心するよ。各部隊に命令せ、速度を出せよ。必ず明後日までは、シアを占領せよ。だが、城内の部隊はとても分散した。城内に入った部隊は各省内に分けた。戦っている。城内に分散した部隊を全部集めろ。三つに分けて、何十万の敵へ攻撃する。だぞに伝え。必ず二日以内に、城門を占領せよ。はい。您看看这儿啊，哟，您慢点啊！这不是你舅舅沈局长吗？这个王八蛋，估计啊是向鬼子投降了。真不知道我爸为什么会派他守城。我带您到那边再去看看啊，这边请。哎呦，我告诉您啊，那边。よく探せ。周りに中国人いるかどうか。茶君哥。你没事吧？我没事。爸，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来支援你舅舅。你不要去了。怎么了？他投降日本人了，我亲眼看到的。是个王八蛋！亚兹瓦奇卡，不客气。哎，将军，跟我走，快走。弹和枪都给我卸了，老爷。是，咱们这样摸落单的鬼子也不起大作用啊。杀一个算一个，总不能让日本人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吧？更何况咱们是来找少维的，快点，走。好。
住隐蔽，住隐蔽。司令，你带着他们几个先走，我来掩护。你是司令还是我是司令啊？轮得着你给我下命令？司令，你责任重大，不能有半点闪失啊！这几鬼子还奈何不了我们兄弟几个。司令，快走吧。好，兄弟，多加小心。是，家军，走走，你们几个跟着我上。是。是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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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放下！放下！别动！将军，走走。是你，杜兄，怎么是你？少维呢？之前我见过他，这会儿估计到司令部了。杜兄，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赶快走。随着城内阵地一一失守，浅川的部队最终还是攻下了南城门。对莫少川等人来说，胜利的几率越来越小，战局越发严峻起来。史安已危在旦夕。老杜，真没想到是你冒出来救了我一命。既然碰到了，能够见死不救吗？跟我说实话，这个城还能守得住吗？你我都是当兵的人，守不守得住你我心里清楚。家军哥，你也别难过了。我才没难过呢，我不相信可以死了。可魏申锁已经被炸成这样了，你见过他尸体的吗？这段姻缘是老天爷赐给我莫家军的，可魏还没做我媳妇呢，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死了？再说了，在没看到可魏尸体之前，我是绝不会相信他已经死了的。我要走了，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谢谢你。我救你不是为了一句谢谢，记住，你已经欠我第二条命了。我看时候不早了，我想鬼子马上就会打过来，咱们赶紧走。爸，那边还有咱们很多伤员呢，怎么办？放心吧，我会派人来接他们的。走。等等，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撤退啊？撤退？我什么时候说过撤退了？哼，别自己骗自己了，现在的形势连我普通老百姓都看出来了，留下来与其等死，还不如趁早早点撤出去，继续酝酿保存实力，有朝一日再打回来。俗话说得好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是军人，跟我们百姓就不一样了，只要是我们当顺民，日本人不会对我们怎么样。但你们就不同了，一旦被包围了，
只有死路一条。跟我走。是。報告。タスの正体は難城を占領しました。次の指示をください。よし。ダゾに伝え、城門を失守しろ。そろそろ暗くなる。とりあえず、攻めるな。明日朝全力で攻撃、まず休め。はい。明日明後日、町を焼成する。はい。そして、兵士たちに伝え、必ず軍旗を守る。俺らはここで占領した後、すべての建物を一切壊すな。全部守ろう。所詮、この町を占領した後、この町は帝国のために動く。浅川君、中国人かわいそうと思ってんの。いいえ。かわいそうではない。ここの人を我らのために動くなら、相当の態度が必要だ。行け。嘿、hey, 你们怎么搞的三个大活人都看不住吗他莫家军要开小差我能防得住吗再说了刚才撤退的时候我心思全放在跟日本人周旋上了哪有时间防着他嘿、hey, 他们三个去哪儿了丁震南城门被鬼子攻陷了让队伍集合随时准备夺回南城门是走走这附近肯定还有其他的鬼子咱们要用枪的话动静太大了。等这几个鬼子睡着了咱们悄悄摸过去就可以把他们干掉。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大家轮流防守啊。好好我先去。嗯爸嗯。这好像是。从小到大咱俩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了吧孩子我明白你爸只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不是一个好父亲真不容易啊这要不是我亲耳听到我还真不相信这话是你亲口说出来的家军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这几天的表现让我对你刮目相看我作为你的父亲既为你高兴也为你感到自豪哎呀爸我都是有媳妇的人了怎么在你嘴里总跟小孩似的哎呀在我眼里你什么时候都是个小孩子还媳妇儿我可听说人家可以挺烦你的虽说你们这门亲事早就定下了可是人家可以不点头我也不好强迫人家嫁给你你小子要是有本事就把柯姨给我娶进门啊没本事就打一辈子光棍。放心吧爸柯姨就是我媳妇儿谁也抢不走。臭小子这一点跟你爹挺像的。我当初娶你小妈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司令他们好像睡着了啊走行了行了行了走了你爸让我来吧交给我吧臭小子有你爹在你用不着动手加强警戒
啊，这里，弟兄们，在这儿为什么？吕总，吕总回来了。吕总，你回来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快快快！放这边来。你们刚才干嘛去了？我们去找可依了。可依？他没事吧？他怎么样了？摇头什么意思？快说！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你不是见他了吗？啊？说话呀！我到了卫生所，那里已经被敌人炸了。炸了？那可依呢？少尉，你听我说，虽然我去的时候卫生所被炸了，但是我并没有发现可依，可依应该还活着，明白吗？对，可依一定活着，可依一定活着。你们听好，这件事儿，谁都不能告诉徐青鸾。否则那小子会做啥事儿，知道吗？明白。少伟，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你爸带了两个家丁正在找你呢，而且还杀了两个鬼子。你没告诉他不要乱跑吗？车里这么乱，出事怎么办？你放心吧，他们已经回去了。你们在干嘛呀？又有任务了。鬼子把南城门也占了，参谋长让我们待命，随时都回南城门。跟我来。司令，兄弟们都等你一句话呢。仗都打到这个份上了，咱们也够本了。准备撤，保存咱们的有生力量，咱们将来迟早会打回来的。南城门也被占了，怎么突围？打到这个份上，一定能成功。咱们现在加上能喘气的一共还有多少人？我之前统计过，轻伤能上战场的算在内200多人，如果强攻的话有点吃力。什么？就剩这么点人了？他娘的，好好的一支队伍，就他娘剩这么点人了！打出去咱就活，打不出去咱就跟鬼子干到底。以后给沈安城的老百姓，给他们一个交代。要想突围出去的话，不一定走城门。儿子，你什么意思？爸，你忘了当时我是怎么逃出城去劳军的？这位是我们红十字会的张医生，他愿意帮助我们。张医生，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只要你们能帮我到石安中学，我们就有办法出城。好。来。这个是我们红十字会的统一服装。你们穿上，我送你们去学校。这样的话，日本人就不会为难我们。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根据我的观察，从司令部到石安中学这一带已经有5-6条街道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必须快速地通过这些被日本人占领的街道。任务都清楚了吗？清楚了。好，下去好好准备，好好休息。3小时以后出发。是。
司令，你是不是打了埋伏？你什么意思？我都跟你这么多年了，你就别瞒我了。他们都走了，可以告诉我了吧？咱俩就这么跑啊？你跟我说说话呗。可以，你到底在哪里啊？刚刚救了一个伤兵，说南城门已经被日本人攻陷了。什么？看来莫小川是让日本人包了饺子了，想走可就难了。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哪儿打起来了？怎么了？你们说话呀！家眷啊，司令给你的信。我儿家眷，今全体城破被围，为父于公于私，自责不已。吉阿想从史安中学突围，必须将日本人引开，方能安全到达。我等军人誓与史安城共存亡，但你们是这个国家的希望，是这个民族的未来，你们必须要活下去。如果不幸以身殉国，我儿一定要善待你的母亲，务必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王小川，你这个骗子，你这个骗子！家眷，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我要去找我爸，我要跟他并肩战斗。冷静点，你爹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你别辜负他的一片苦心。你放开，将军，听我说，现在战斗已经打响，你去了也没用。听司令的话，早点走，要不然咱们都走不了了。你放开我！别让他喊了，我拖走。将军，走，放开我！前線からの情報、多くの敵は北へ突破し、北上から逃げようとしてる。前線の観察によると、その中に軍服を着てる人がいた。見た目から見ると、敵司令官毛小川が突破を引いている。城内すべての北撃の部隊を伝え、そこに向かう。やたらを囲め。
覚えろ。一人も逃すな。そもなと軍法承知。はい。现在肯定想去救莫司令吧，就像你之前去找可依一样。要是换成你，你会怎么办？作为儿子，我肯定会回去，可是作为军人，我得服从命令。莫家军，我劝你也别做傻事，你回去了也于事无补，还枉费了莫司令他对你的一片苦心。马连长，前方安全。走，走走走，快点走。冲不过去了，本来就没打算冲过去，跟鬼子在这耗着挺好的。一会儿咱们把鬼子都引到这儿来，家军他们那边就能安全撤退了。对，追击舰。追。これは何度目の攻撃だ。7つ目です。敵は鋭い。町を利用して工事を作った。攻めきれない。うん。浅川軍。中谷軍。君にここの地図をよく研究してほしい。お前は指揮権を託すから。君をこのバカと同じようにさせたくない。はい。場外から、大砲二つを調達しろ。ここは日本ではない。すっきり撃っていいから。せいぜい、再建すればいい。はい。鬼子怎么还在这儿设了个卡子？马连长，赶紧组织反击！鬼子看到这儿打起来，肯定会派人增援的。快！好，没落着好差事，只怕还他娘的点拼命。
三排长，带着人给我冲上去！是，后边的三排给我冲！提枪掩护！幽灵，家军呢？估计找他爹去了。咋吧？咱们兄弟可全得折在这里了。说的对，娘的，现在司令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他的命令咱不用遵守了吧？现在这世道，手里有枪，腰杆子就硬。再这么下去，就算打不出去，跟鬼子谈判咱也有底气。跟兄弟们说，全体撤退。兄弟们，跟我走。什么情况？你们干嘛去？啊！马连长，你干什么去？我去搬救兵，去去就回，不能撤。马连长，你是个军人，你给我回来！少伟，别愣着，组织突围，我掩护你。这后面的兄弟冲上来，兄弟们，给我杀！受伤了，就连莫家军也走了，咱们这仗还怎么打？冲出去，反正困在这也是死，还不如跟鬼子们拼了。兄弟们，给我冲！